大家好，讲错了，sorry，大家是，大家好，我是三刀，今天我们又来玩 Hand Game，对，我们今天就来玩 Hand Game，对 Hand Game，还有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在这个新年里面都有美好的一天啊，我懂得很吹啊，不管怎讲呢，好像那个 Happy 手好像最近有点更新那个就是这个场地的布置哦，有没有人觉得？好像这边多了某样废物咯，然后这边多了什么？多了这个白色咯，以前没有看过咯，因为我太久没有玩 Happy 手的 Hand Game 了。为什么 Happy 手 Hand Game 呢？很难玩的，而且它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呢，你穿了一个装备呢，你是无法再穿到一个了，所以呢，以这种烂规律呢，我真的是很难玩的。今天就只是说，哎呀，就当就新年快乐嘛，就新年嘛，来拍点不同的集数哦，不同集数来讲嘛，我不明白。然后呢，如果有没有看我早上就发放那个呢小游戏呢，我又该开始到一个系列，那应该这样讲。喂，唐头，你个西唐头，你要开始这么多系列，那你完成得了咩？哎呀，完成不了就没办法喽，反正我操，有没有这样？我操！哎嘎，没有用的废物，还有几秒吧啊，开打还有几秒吧。然后你给我萝卜啊，好意思啊？应该是说你好意思给我一个萝卜啊？好心你给我一把武器啊喂？喂，中我开这个？What the 黑嘎？哇，几时有人了？跑跑，你看他真的很难玩哦，我想讲，要玩他地图很难玩啊。他的命是自己扣啊，不就是，不过有个好处就是他跑呢，他是不会减保持度啊，所以就可以一直跑一直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有点飞哦，有个功能，那就是呢，人家想要天马保持度又不可以哦，就是那个地图最废，那个色板里面最废的东西啊，就无法天马保持度。然后就是无法填命啊，他的命是不是会扣啊？是不会有什么变革的？某岁冰瓜，我根本看太多了，那个人一定是，哇，快递快递，哇，好歹你给我一把剑呢，有人吗？OK，我看看，啊，刚不是绿色呀？刚不是绿色呀？啊？哈？哈？哇，玩我啊！玩我啊！哈？哈？你好，哈哈，过新年是吧？喂，猴年那位。哈，刚是发生什么事情哦？中半啊！喂，不要又来耶！我懂这个地图是很 delay 的，这个，因为他们是 Hypixel 嘛，Hypixel 地图原本就很著名 delay 啊，总算有点四项东西啊！哟，啊，走走走走！啊，没有东西拿了，还没有东西拿的，中半从他身上没拿东西，他没有东西拿的，不要跟他，也可以跟他一组啊，只是不想哦。总算是有一把武器了，他没有跟来，很好。哇，飞过刚刚拿了，近战攻击力，不，这些剑的攻击力呢，是强过任何一把武器的。哈？这边是不会舔的啦，我懂了，这边是不会有的，直接过去围殴啊！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哇，还是看不到我的。你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哎，我操！你出现了！哇，在这个设法里面真的是啊，在这个世界里面跑是最方便的罢了，就跑罢了。我操！是你呀、啊！哎呀！
帮我挡下那个后面的人呢。然后没有什么这样讲。What the？ 羊完了，你要扔羊完了，哎 ，Happy 手 ，What the？ 你要扔羊完 ，Happy 手，你要扔羊完，哇 ，Deathmatch 要啊 ，Deathmatch 啊，哇，我真的应该开始另外一种系列，就是呢你讲什么，我就挑战什么啊，真的是，哇。我第一次玩 Happy 手的射发，我是遇到这种霸气的事情啊。其实 Happy 手会发生 What the game？ 来呀来呀来呀，明显他过去砍我啊！他拿这样好的装吗？以为他自己？哇哇哇！我没有看错啊！什么呀？哇，这什么射发呀？哇顶你不会顶快点可以穿啊可以穿他可以穿修好了霸甲什么但是哇靠我老我老 OP 啊哇 OP 啊喂喂作者你懂什么叫 OP 没有这种叫 OP 好不好作者我讲你这叫 OP 你懂吗你懂这种叫 OP 知道吗 ？OP 啊喂，很 OP 啊喂，这种 OP 哎，我现在可以见到谁就砍谁啊，你要知道啊 ？OP 啊喂，有人吗这边？嗯，阿苹果，有人吗？我砍谁啊？见一个砍一个，真的是。OP 到啊，好啦哦，很 OP 啊，你懂吗？我现在武器是，我见到一个我砍一个，先跟你讲。那边有一个，我直接过去砍他、啊，一个过去砍他、啊。这装几乎称之为 OP 中 OP，OP 中 OP，OP 到啊，没有人的装是比我更加 OP 的啊，先跟你讲，没有了，你自己看啊。好老不要玩躲猫猫喂不要玩这样了喂不带这样玩的嘞喊的 game 哎哎哎哎哇跑啊不对路啊我砍不到人啊好低累啊我自己的手低累啊不是他游戏本身低累啊我自己手问题啊我钻石刀打不过一把铁刀啊因为你知道哎，你要过来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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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是什么刀啊？你是什么刀啊？你是什么武器啊？你是什么武器啊？你比不上我的啦！你比不上我的，你比不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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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啦！你比不上我的，你要知道，孩子，你要知道这一点，你的武器是比不上我的。哎呀，孩子，今天我们就来教你佛经吧，佛经你知道吗？佛经，叫你佛经啦！哎哎哎，站住！不要怕，施主，不要怕，我是来叫你佛经的。佛经啊，听过没有？佛经，佛经，佛经，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佛经？不要跑，施主，不要跑。有没有听过佛经？哎，你站着，哎，站着，你懂什么叫佛经没有？啊，没有杀到他，到最后啊，没有杀到他，对。哇！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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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啊嘟嘟，你看，这就是。成佛最高境界，成佛最高境界。好啦，今天就到此为止啦。我是汕头，如果你喜欢的可以继续追下去啦。而且今天的话呢，我就只会说到这边了啦。拜拜，祝大家都有一个新的一年的快乐，新的一年，没错，拜拜。